大家好，我是冰冰。我们今天来到的 Costco 为 City of Industry， 它的西面是 El Monte。 据2010年人口普查， El Monte 总人口约有12万，是洛杉矶县88个城市中第9大的城市。这里有两条主要的高速公路，605号和10号高速公路，以工业和商业闻名。这座城市中 58% 为居住区， 11% 为零售店， 10% 的土地为工业区， 7% 为办公室和零售点， 14% 是个其他的设施。因为在1770年到1830年间，这里成为了西班牙士兵和传教士的中间驿站，所以他们把这个地区称为 El Monte， 西班牙语的意思就是这座山。但是尽管如此，它这个地方并没有山。我们今天主要为大家介绍的产品基本都是在4月14日开始要打折的。其实参与这一期折扣的商品有很多，但是我们今天视频里面主要推荐的是我们认为值得推荐的好产品。这款高颜值的飞利浦电动牙刷蓝件套原价279.99元，本期减100元，折扣时间从4月14日至5月9日。它不仅好用，而且颜值爆表。实体店有粉白组合和黑白组合两种颜色，不过在 Costco 的官网还有紫白组合和白白组合。这款牙刷一共有5种模式，是飞利浦声波电动牙刷中最高端最先进的产品了。此款电动牙刷可以10倍有效清洁牙菌斑，2周内可以改善牙龈的健康。另外还有一款飞利浦的超声波电动牙刷蓝件套，原价99.99元，本期减30元，折扣时间从4月14日至5月9日。如果觉得上一款的牙刷价格偏高的话，那么可以推荐这一款。这一款是我自用了很多年，它很经济实惠，并且可以温和地清理牙齿，就算是戴牙套、牙齿矫正的朋友也是可以使用的。它和上一款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它只有2种的模式，以及仅有2种刷牙强度。Waterpik 新款冲牙剂两件套，原价79.99元，本期减20元，折扣时间从4月14日至5月9日。它在 Costco 的官网评价为4.4颗星，并且这是一款新款的经济型冲牙器，其中一个为中型，另外一个为小型，两个体积都比较小，不会占很多的地方。新款的冲牙器设计简单，操作很容易，每个冲牙器都带有水槽，喷嘴可以轻易的达到口腔任何的区域。 T3 负离子吹风机原价99.99元，本期减30元，折扣时间从4月14日至5月9日。这是贵妇级的超轻吹风机，曾经获过很多的奖项，是一款负离子的吹风机，干发的速度要比普通的吹风机快40%左右，并且它不会伤头发，吹过的头发还会有光泽，很顺滑。这一次打折力度还是比较大的。T3 还有一款也参与了折扣，就是恒温负离子的直发器，原价69.99元，本期减20元，折扣时间从4月14日至5月9日。这款使用很方便，只要夹一次便可以抚平毛鳞片，还能够柔顺秀发。它有5种加热设置，能够保证防止过热或者是过度造型，释放离子，抚顺毛鳞片，加热快，旋转电线不会绕线，设计很方便。它在开启1小时后会自动关机的，所以使用起来还是很放心的。这是露华浓的碰碰梳，原价44.99元，本期减10元，折扣时间从4月14日至5月9日。它是集吹风与卷发棒为一体的梳子，可以快速干燥定型，并且速干头发的过程中还能够减少热损伤，真的上可以算是懒人的必备，也可以算是手残党的必备了。如果平时需要打理塌发、卷发、内扣、外扣的，可以考虑入手这一款。索尼 WH910N 无线降噪耳机，原价129.99元，本期减30元，折扣时间从4月14日至5月9日。它可以持续35小时的工作，如果关闭降噪的话，那么可以超过40小时工作，并且它可以实现充电10分钟听个2.5小时的快速功能，并且设计得很舒适，没有任何的压头感，甚至可以长时间的佩戴。今年这款汤米的女士圆领连衣裙又出现了，原价16.99元。它是一款满满校园风的女士连衣裙，材质为95%的棉加5%的弹性纤维，穿着舒服，并且还有弹力，设计也是非常简单，满满的校园风。但是我建议现在还别着急购买，因为现在还是原价，没有参与折扣，我相信过段时间一定会清仓的。32° 男士的短裤蓝件套，原价19.99元，本期减6元，折扣时间从4月14日至5月9日。此款的男士抽绳运动裤，它的材质为72%的尼龙加22%的棉，以及6%的弹性纤维，面料舒适透气，手感很柔软，可以随意机洗，有蓝黑和灰黑2种颜色组合选择。同品牌的还有男士超薄清凉打底短袖3件套，原价12.99元，本期减3元，折扣时间从4月14日至5月9日。这款打底衫可以说是夏季的必备款了。扣系列的短袖属于凉爽的面料，弹性也是非常好，有一点像莫代尔的感觉，但是多了更多的柔软舒适，并且它集了面料、防静电、速干、防臭、抑菌、清凉6大科技，并且汗味很快会去除，有白色和黑色2种选择。
还有一款男士的 polo 衫两件套也参与了折扣，原价16.99元，本期折扣后12.99元，折扣时间从4月14日至5月9日。此款的材质为92%的聚酯纤维以及8%的弹性纤维，弹力也是非常的好，而且它面料很透气，同样也适合运动的时候穿。由于它的手感非常的柔软，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当做睡衣穿。玉兰有紫瓶的抗皱晚霜，一罐48克，两瓶组合装，原价44.99元，本期减12元，折扣时间从4月14日至5月9日。富含了视黄醇，可以使皮肤亮光光滑，同时可以减少受损的迹象。它具有强大的功能，可以淡斑、减少肤质、减少细纹和皱纹。它是无香款，所以敏感肌肤也是可以使用的。不过它是微晚霜，不适合早晨使用。艾维诺成人款燕麦身体乳591毫升，两瓶组合装，原价14.99元，本期减4元，折扣时间从4月14日至5月9日。艾维诺被北美的皮肤科医生推荐使用，临床证明这一款的身体乳能够放松干涩的肌肤，因为它的保湿时间长，并且无香，不含任何的添加剂，是纯天然的制品，特别的温和，所以孕妇和婴儿都可以使用。斯嘉维婷眼霜两罐装，原价39.99元，本期减12元，折扣时间从4月14日至5月9日。斯嘉维婷可以说是面部皱纹的克星了，没想到 Costco 又换回去了经典的老款的包装，其中一罐为15毫升，另一罐为5毫升。这款的眼霜可以有效的对抗黑眼圈、眼袋、皱纹，并且还有保湿的作用，所以不怕皮肤变得干燥。斯嘉维婷的颈霜也参与折扣了，30毫升两罐装组合，原价64.99元，本期减25元，折扣时间从4月14日至5月9日。号称颈霜中的海蓝之谜，全美销量第一的颈霜，由于颈部比脸上的皮肤更细腻，更容易出现干燥的细纹，所以颈部和面部需要分开使用化妆产品护肤。这一款的专利配方可以抑制水分流失，还可以加紧颈部的皮肤，改善肤色。露得清的防晒喷雾两罐装，原价15.99元，本期减4元，折扣时间从4月14日至5月9日。防晒倍数为60倍，适合去户外的时候使用，尤其是海滩，因为阳光充足加上海上的水是可以使皮肤受损晒伤的，所以在游玩之前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此款是喷雾款，既可以喷在身体上，也可以喷在面部。菲乐男女同款的渔夫帽现在是9.99元，夏天出门旅行最好的防晒工作，除了防晒霜以外，帽子也是必备品。这一款有白色和蓝色两种颜色选择，它的帽子是双面的，另外一面是白色的菲乐字母款，很时尚。这款的帽子属于男女同款，所以可以做情侣款或者是亲子款。斯凯奇男士运动鞋29.99元，只要穿过斯凯奇的鞋子，真的是不愿意脱下了，因为真的非常的舒服。它的鞋底都是记忆棉，走路或者是跑步都不会觉得累。但是这一款是 Costco 的版，不能完全期待与专柜款同样的质量，只能说它是属于平价版的斯凯奇男鞋，但是在价格上它还是占了很大优势的。好了，我们今天就先为大家推荐到这里，陆续还会为大家继续更新，因为从4月14日开始有很多的商品参与了折扣，并且我们会在这些参与折扣商品当中精挑细选一些值得推荐的产品推荐给大家。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还请您为我们点个赞，或者是点击关注以及点击小铃铛，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的提醒。我们在洛杉矶，下一期再见。